宝贝们，周一早上好，现在是6:20的样子，有点凉飕飕，然后好像还飘雪，就是你们视频里肯定看不见，就是我肉眼看都属于那种稀不楞登稀不楞登的小雪。我还是往镜湖公园去，跑是跑不动了，就是形成一个习惯吧，就天天你就知道有这么个事儿，哎，你走一圈体能提升一下子。至于说什么颠起来呀，什么那俩字儿啊，那都是后话。作息挺好啊，天天5:30醒，但我这两天晚上都睡得不早，就是不困，你知道吧？你说起那么早，他不困。要正常头两天，我有一天都8:30不行了，困了，就自然的就睡着了。这人也不少啊，这么早出来干啥呢？都，孩子也不上学了，也都不上班了。宝贝们，看看卖菜老妹儿他家，勤劳的人儿在说话呀。不知道他家几点上菜？早晨6:20，看不看着？一会儿回去买块豆腐吧，鲜豆腐到位了。看他家这屋有人吗？啊，锁着呢，锁着呢。那人呢？豆腐端走了啊。那他家这也是他家车，他平时上完菜。他楼上搁这住，那里头插着备注干活呢。你说我多好心多八卦，钻人一下门给人吓一跳，真烦人。哎呀，药店来这么早啊？药店来的挺早啊，剩下应该都关了。哎呀妈，这大马路，本来平时车就不多。行了，再见吧。翩翩飞花已坠落，嗯哼哼哼哼，嗯哼。哎呀，上班都没这么积极，从来都没这么早过呀。我的小身体呀，我为你付出了我的那个懒床时光。雪好像越来越大了呢。从我单位那院生穿过来，看不看着？这就是镜湖公园的这个边儿，这公园可大了。慧哥说好像得有1.8公里一圈，这块也能跑，都是进不来车的，这块也能，说是一大圈开走了。我从家走到这儿就1公里多，我走两圈，反正看着吧，4公里4-5公里吧，目标。这就是领教这滑冰的，这不那块有个小桥，我以前站在顶上录视频，这半撇嘛小，那半撇大，就这么大一圈，老大老大的了。给人让道，人都跑得快的，我这走的费劲。妈呀，你找我干啥呀？是不是差点撞着你呀？懵了，溜溜吧，啊，溜溜吧，宝宝。哎呀呀，这蹭的，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。看人那一撇，人跑的。走走的不行啊、现在老七老胳膊老腿儿，得给一个缓冲。看看人家都什么节奏，人家都是小跑，我就是快走。这冰也要开了，这时候就危险了。大冰面湖面要开了。哎妈呀，这大爷至少他比我大20岁，还跑呢。我颠起来，开跑！宝贝们，看看这个楼梯，我那天就从这儿下来，碰着慧哥的。哎呀，一个小朋友，小学的还运动呢，我得尬过小朋友啊！宝贝们，看看，共白头了啊！搁那个栅栏那空穿过去，都到我单位了。走了两圈，从家出来，要是再回去，再加上走这两圈，就是将近5公里了。但是我基本上都。没有啥配速，我那个11分钟10分钟，人家好像都6-7分钟吧跑起来那个，然后我这能力在这儿呢，就这情况了。他虽然下雪了，但是他那个跑道麻麻咧咧的还不滑，但是雪有点大，我要往回撩了。给你们看看道上是这样的，没啥人没啥车，就我老哥一个，大雪花片子越片越密呀、宝贝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精神不好的人就是这样，艳阳高照搁家睡觉，大风小嚎，
出来奔跑。哎呀，都是一首好诗。等这波车都走净的，没有车的，来溜。小速度上来了，小速度上来了。要平时这个点儿正是忙的送学生的时候，这块都得排的都是车，周围都是学校啊，又消停了。哎呀，宝贝们，看那熟食店也关了。正常这个点儿人早起了，就糊肉啥的，那关了。我侥幸的从这块走。我想看看豆腐脑家关没关，没关，买碗豆腐脑回家，关了回家做饭，买好吃的了。还在夜，刚才搁青铜步行街那转过来，那家卖鱼的正卸东西呢。妈，我说这啥呀？小江虾，买一斤，回家炒去，有点小，但是还都挺好的，挺新鲜的。远远望去好像没关门，太好了，买碗豆腐脑就往家溜，把口罩掏出来。刚才走圈带着下巴壳全塌湿了，小伙伴告诉我你里边垫块纸，我都没寻思，我得瞅一眼，别那个表面没关里头关了，咱也不可能吃，戴好口罩，然后买完就回家，看不出来呀。还有车开着呢，开着呢，宝贝们拜拜吧，戴上口罩往里进。这早起真好啊，走一大圈忙活完了，是平时我起床的点儿，起床要吃饭的点儿，七点多。到家第一步，洗脸、洗手、吹吹头发。这头发没湿，但是我就怕它进那个凉气、潮气嘛，咱再整的脑袋疼。宝贝们呢？塑料袋的开会了啊，多少有点不漂亮了。哎呀，我想倒腾到盘里美美的了。一是你们也不是外人，再一个咱不少刷两个碗吗？你要少刷两个碗，你现在再瞅是不是挺好看的？辣白菜、咸菜，买了两个牛肉馅包子，吃一个吧，再吃俩，留一个中午吃。馋人，我说你给我挑这样的。好了呀，拿个勺去。幸福生活开始了，宝贝们，看着小豆腐脑，哎呀妈呀，我还挺幸运的。我不说回来的时候我犹豫一下，我说去不去看看，我说能开了吗？然后我一寻思，绕一块不就多锻炼吗？反正就是走，你出来不就是为了走的吗？要直接就穿回来回家了，还竟然开着呢。因为他那个公告吧是昨天半夜发布的，完写的是启动是今天早晨5点，那像早餐店正常他们好像都得半夜干活，3-4点吧起来干活。老板娘的意思应该明天就不开了，特意告一声，意思你别再白走道。我去店的时候有两个男生在那吃饭，没有人。太幸福了，早起的快乐。就是平时这个点我也在吃饭，但是是刚刚醒那种，这是就是走的可精神了。宝贝们，你们看我没跑起来哈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我感觉我这屁股蛋子都运动开了。我是走的时候胳膊是这样的，手机揣包了，使劲使劲平举，使劲往后抻，就这地方都疼。然后腿呢是能迈多大迈多大，完以我不是跑走最快的速度，就跟竞走似的，但是步子成大了，完就抻的这个就哎这地方都疼，这腿就感觉屁股蛋子的肉都活动开了，这么走。这白菜不知道啥样，那天吃一次我就感觉酸溜溜的，就无意加两片，平时搁他家吃这个早晨小咸菜吧，1块钱一碟，就吃点土豆丝了、干豆腐丝了。那天就无意加两块，其实我最爱吃辣白菜，平时为啥没加？你说他家做这玩意儿没食欲，就漂白也不红。我说这能酸溜吗？哎，一吃酸溜溜的，就那味儿啊，宝贝们，哎呀，有点咸呐，就酸溜溜的味儿，我发酵了的。
这玩意儿有点咸。嗯，你瞧那手，你瞧瞧。我愿吃他这面，他家这包子挺好的，人家发的面就好吃，就是小道的消息是三天，完了，其实通知是等，就是啥时候上班什么的，就是等通知，所以咱们又放假了，我除了早上出去。我就白天一下也不出屋，咱家吃的可多了。我看他们都上大超市，我一下没去，就上粉龙头菜点买点，不出去了，就搁家了。就这样，宝贝们，我慢慢吃了，赶点录哪啊？吃完歇会儿，把视频剪吧剪吧，完了吸吸尘啥的，完等炒姜虾的时候啊，靠油滋了，就赶点录哪吧，就这样。就现在说这段话也是要今天烫嘴的，下午3点给你们发的，拜拜，慢慢吃啊、哦！这么好吃的配上我的人世间，看20多集了。哎呀，这一上午我就把自己焊沙发上了，刚刚把昨天在妈家吃饭和今天早上一嘎嘚儿那个合成的视频剪完了。也定点发送了，就是12点，今天的12点，你们就能看见了。然后又跟儿子唠会嗑，如果他上午没事儿，也没玩游戏，啥事没有，我俩都语音一会儿或者视频一会儿。我最主要的是啥？就是惦记问他天天那个，现在他们不是抠嗓子眼儿，自打到那宾馆就是捅鼻子。他说妈呀，我现在可盼望抠嗓子眼儿了，抠嗓子眼儿就是最享福了。他说捅鼻子。有的时候你捅这鼻眼儿，他说工作人员说哎呀好像有什么堵了，他说没准是我的鼻涕，反正就是人家捅感觉不对劲儿，就又换一个鼻子。我说我都不敢脑补那个画面了。他说的不是疼的事儿，不得劲儿捅鼻子。我天天吧就是惦记问他这个，别的愿吃不吃，小男孩哈，这咱说不好听的，你搁家给他做好饭，他没准搁那玩呢，都得等会儿呢。这一天你说多享福了，一日三餐的。说今天早上5点多去的，敲门迷糊，我说那工作人员多辛苦啊，昨天是7点，估计也都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气氛上也都挺紧张的，就是这批孩子呗，严密的这么监控，天天给他们插鼻子眼，就问问这个事儿，宝贝们这回就彻底勿念了，这都做3次了吧，打到这儿都没事儿，挺好的。然后一日三餐吃的也都挺好，就都非常好，就是享福。完给我乐的，你昨天我问他干啥呢，画画。我说你那笔带去了，说啊，哎呦，我说儿子你真行啊，你这大逃亡还能把画笔带去，你真是有一颗怎么说呢，哎呀，这应该宝贝们你们配词儿吧，我整不出来，这是一颗什么心呢，只都在那种情绪下。我告诉你啊，笔记本带着 ，Switch 带着，平板带着，然后竟然把他一捆的画笔和本带着画画去了。哎妈，我说你真是有，真有你这心大的劲儿啊！你真是有，行啊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把他妈拍在沙滩上了，就一切勿念了啊。可能人有的说得搁那块儿捐的挺憋挺，你大宝不憋挺。对，昨天是前天，我跟他说话半天没回，说刚健完身，就是人家自己行，玩的挺好的，就勿念了。行了，我跟你们打完这个招呼，我地啥都没吸呢，我给你们看看我昨天买啥了吧，就咱的小家现在储存啥了。我瞅我这些东西，我跟你说一个月没问题啊、哦。虽然冰箱很小，肉也没啥，但咱不还一桶大酱吗，我给你看看咱家都有啥。然后这个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宝贝们，如果是当天录、当天剪、当天发的，就特别耽误事儿。我估计我都整完了，就得中午了，我就得整第二顿饭了。一剪视频，一个视频我就得1个多小时，就这情况，给你们看看。完事儿我就该吸尘吸尘，完等再，完了，喷嚏又来了，我好像一说给他吓回去了。你喷不喷了？我要说啥了？你说，我刚才要跟你们说啥了？
我忘了我要说啥了，我忘了，再见吧，给你们看看我家里都有啥。完了，等炒小姜虾了，还有烤鱼子了，就下午再说了。我一会儿给你们录完这儿，我就紧接剪第二个视频，就下午3点看的，就这情况啊。瞅瞅，我这小江虾搁这等我呢，我瞅着挺新鲜的，那咋还蹦呢？哎呀，这还有蹦，买吧。然后那个就是小点儿，宝贝们看看，上阳光雪都开了，就一层薄雪，敢下敢化。从这儿给你们看啊，大户人家老七七，牛奶，淘鲜达不可能送了，家楼下小卖店就是蒙牛，我也不想喝。然后先这些。柿子，这是昨天买那两兜果冻橙，这里边原来是我挎墨的零食筐，现在有一半是妈妈的，还有一袋松子没开封的，这还有几粒花生，然后这个是还有半袋那个榛子，这底下就是挎墨味了，然后这昨天搁小彪大姐那儿买的奶粉，这是我储存的小白猪，这个好吃，天坛，中粮天坛。小白猪这个午餐肉买10个，给我妈拿去2个，这是一部分米面粮油不要想了，这里一箱子，底下2袋那是面，完还有一箱子没开封的10斤的，就是主食这块啊，咱们家是足够。这昨天整的肉这有点多，完我才刚想啥呢？太瘦的吧，靠油滋了硬，我就都给它搅成馅儿了，肥的靠出来。这个鸡蛋让我分开了，这是头几天的。这是昨天在菜点老妹儿她家买的，我拆开了，这后买的20个，这有之前的，你瞅这还有个白菜心呢，有之前的菜，这几件就调料酱，这里边东西多，像这鸡蛋干、茄子、黄瓜，这芹菜那几根搁这里了，豆角子，还有这个豆干，完了底下还有点咸鸭蛋。这就是咱家冷藏的一部分，哎，再看这冷冻的，哎呀妈，挺有货的，反正是满了。这一下子是一箱虾，扇贝也是邹立国他家买的，就我买牛羊肉卷他家，底下全都是腊肠啊，风干肠，这是肉馅儿，这是面条子，反正就肉了。然后这里边，这是小红天给我那牛排。啊，这是我自己买的一个羊排，是留着搁火锅料拌了烤的，剩下那里头你们知道，全都是干豆腐。这扇贝我买的，炒做汤的，好像底下还有袋虾滑，还有袋虾滑。一说我这吃的，妈，大葱啊，大葱可占地方了，2袋子呢。这就是昨天封的鹅翅哈，3个1封不挺好的吗？这搁真空吧，搁冷藏也能搁。完，我寻思这两天也不想吃，就是储备的，熟食就不起火也能吃的。来三袋儿，这一袋10多块钱呗，丁香盒大约5块钱一个。这是啥？我告诉你们，宝贝们，这邹立国他家的牛肉卷，我留着炒菜的。我把人家成盒的牛肉卷拿回来解冻一下，完了给它压成边儿了，把卷儿压成边儿了，这不节省地方吗？哎呀！拿起来给你们看吧，你看这就是他家原来的牛肉卷，这方盒占地方，你看这一盒，这也是一盒，让我拍扁了，反正就我自己吃，炒菜、涮火锅啥都行，完底下就苞米，你说这些东西，你说我自己不得吃一个月呀？看看这里，一个大半桶油，一个小半桶油，然后这一帮个啊，是大酱，满满一桶大酱。大酱拌饭都行了，拌粥。这就刚才我说的大米，这还1箱呢，这一箱应该是10斤吧。块块默默的凉，那一大半袋子，床底下还有整一袋，干脆都没开封的。就我们娘仨，干脆饿不着。妈不整声啊！哎呦，他在这老地方，吸尘，晃晃眼睛，继续剪这个视频，3点给你们看。晚上吸尘了。你个理不怕啊，好不好？你这小姨们，明天见。我妈在录炒姜虾的，就是明天见喽。你那啥样？蒙圈中，再见吧，拜拜啦，宝贝们。哎呀，这么一档还有个看，宝贝们，我这昏天黑地的剪视频呢。这个角度，胖头肿脸，
我主要就是看大宝子发了一个视频，给我乐坏了，就是大宝哥自娱自乐的心态哦，登峰造极，无人能比。我给你们放到后边，然后再见了。放完，我现在再加上音乐，调的亮度啥的，就完事儿了。然后就导出上传，3点钟你们就能看着了。完，我要躺一会儿，这玩意儿一直捅咕累眼睛。拜拜，明天见啦！明天看炒姜虾，靠油资了，拜拜。